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方向就错了，我们一直纠结报仇的人，却忽略了报恩的人。报恩的人？你是说无忧曾经救过的人帮他报了仇？齐总编的失踪本就不合逻辑。首先，他和无忧事件无关；其次，他接到恐吓信为什么不报警，而选择离开？如果他是凶手，自己离开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叫上司机？不对，凶手要杀的人应该还是郑小秋。我说你见刀也不帮忙啊！按职业规则叫不作为，说严重了叫间接杀人。感觉你是个不喜欢女人帮忙的人啊！行，不愧是心理医生，把别人的感受看得比命还重。哎呀，真是怕你死了。